愛回家之開心速遞開播至今，無論是角色關係定是故事情節，一直都大受觀眾歡迎。其中由周家樂、吳偉豪、趙浩軒所組成的賭大三子鬼馬搞笑，三位演員就連出到街啊，都會被街坊叫角色名噶。系，但系而家会唔会即系出街好多时啲人都嗌你个剧名多咧？佢哋系疯狂嘅，朱玲玲啊，黐线，艾顿壮啊，艾顿壮啊，跟住睇一睇，咦，唔系嗰艾顿壮嚟咯？唔系，唔系嗰个，唔系艾顿壮嚟。我咁少，好多人通常啲人叫佢费星安，冇错，经常会听到啊，费星安廿四，系咯。咁其实你哋啊，即系拍剧到而家啦，系咪都建立咗一份好深厚嘅兄弟情咧？其实唔系，其实你叫咩名啊你？我叫你叫趙軒啊嘛。你朱玲玲，但你藝員嗰個名叫咩名啊？係啊，佢真名。我咪朱玲玲咯。豪咩咩豪啊？豪。袁偉豪。唔係豪。三位新晉演員同屬訓練班出身，其中周家樂同吳偉豪就是趙浩軒為學習對象啦。趙浩軒咯。哇！我哋都係跟你支笛吹，跟佢支笛吹，系啊，唔系跟佢支笛，跟我叫你点行边就行边，系啦，就系咁啦。我哋都系互相 jam 嘅，所以互相学习啦，开心。三人行必有我师啊嘛。演界港姐兼友谊小姐陈希睿，亦会喺剧中客串一角啊。是我的角色叫做 Grace 陳海琳，很搞笑，即我初來沒想過是一個即本身一個藝人的一個名字，就在一套戲裡面出現，就是做阿壯的女朋友的。是不是即跟 Grace 都很像的，即在裡面的個角色？裡面的角色就是說這個女仔就是一個可能大小姐，跟住之後但其實她之後同場都散了了。初次拍劇就加入咁温暖嘅劇組 ，Blossom 都覺得好開心，更加向大家分享咗一件令佢感到窩心嘅事啊！我入到嚟我回家之後咧，就發覺咧入邊啲人都真係好 nice， 即係好鼓勵我咯。同埋咧，因為其實我啱翻嚟嘅時候咧，即係拍第一場嘅時候咧，其實我嗰時有少少病啊，即係我喉嚨咧有少少爭啲失聲咁滯，我初頭好驚嘅其實。咁但係佢哋全部都話：哎呀，你唔緊要㗎，聽唔出啊咁樣，即係好鼓勵我，所以令到我成個即係感覺都好淡定咯。